Please show this ring here.此刻，工作人员隆重向大家展示的，就是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周年纪念金币。本纪念金币原型纯金制作，直径40毫米，厚度约1毫米，重量37.5克。今天向全世界予以公布。同步展示的是 WSC 世界主权判定。为了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，我们也期待用这样的方式，更好地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之中。同时，大家在刚刚已经看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劝说。好，再次的感谢工作人员的展示，谢谢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今天这个盛情的舞台上，我们不仅启动了本次大会，同时向大家来介绍了本次大会在今天所召开的隆重意义，当然也进行了全球的同步发布。